自己没有一做好，来，你怀孕不意外，我要跟你打赌双胞胎。好，我们什么时候植胚胎的？你还记得吗？29号吗？哎，29号，对，10月9号。我这次赌，你有拿2块钱来？我有2块，拿2块。因为我那时候跟你赌1块钱了，2块钱来，装进去，我们再赌更大的，丢进去，2块钱丢进去，前面不要拍到钱了，哎，我用3块钱再跟你赌双胞胎，再抓，哎，我那时候跟你讲，你一定怀孕嘛，而且会双胞胎，可是几胞胎我要。哎，怀孕要过三关，要给你添一张单子。对。啊，先生来，今天是几号？10月9号。10月9号。验孕有吗？哈，第一关10月16号，下个礼拜六。第二关看几胞胎有没有心跳。第三关10月23号。看心跳，这个才算数哦。一关一关过，有时候第一关过不了，第二关过了，第二关过不了第三关。那你如果是双胞胎的话，比较有可能会在10月18号、10月16号到23号之间会有点小出血。那你如果双胞胎，比较容易在怀孕当中会有高血压。高血压比较容易啊，如果双胞胎，单胞胎比较少。那我今天有告知你，帮我签个名。签我，签你啊！就是我告诉你们两个夫妻喽。这个我会贴在病历，就是我会跟你讲，因为有的病人愿意有看不到病人，然后写一下日期。哎，明天是中华民国生日嘞，所以我们在，我等一下会请小姐，你她怕打油针会痛过敏哦。现在有一种新的油针是不会痛，也不会硬块。我等一下。我只给有怀孕的病人打一支，这个是不会痛，打肚皮的新型黄体素。好，来，我们讲9月29号，9月29，我已经拉过一次了嘛，哈，10天之后我们再拉，是不是一次成功？没，还不到不用，恭喜。